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下 C 罗啊。上次看的是梅西啊，今天来看一下他的发展。他是85年的，梅西是87年，两个人年龄相当，我估计这都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吧？看一下，85年2月5号，几点呢？这边显示是早上5点25分，出生于西班牙，葡萄牙，北半球嘛，老师。来看一下他的命格，当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就不讲他的取得的成就了，因为都知道了，这个就不来炒冷饭了欧冠赛什么比赛的冠军，这个很正常直接看一下这个命格，就是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下乙木生在初春时节，坐下亥水，因为是生在这个正月。北半球吧，这个气候差不多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。按理说要有火还好葡萄牙应该算是这个地中海气候冬天不是很冷，夏天不是很热，应该是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气候吧。这种的话，火的话就不是特别需要了。如果说这个再北一点的话，那就需要有这个五行当中要有火，那没有啊，没关系最左一点呢，它是乙亥日乙亥日是三头火。山头火，山上这个应该山头着火了，别人都看得到所以知名度会比一般的人要更高一点。梅西是，他是甲辰日吧？梅西是甲辰日，是副灯火，就是相当于一盏灯一样也是火吧？火的话就是有就别人看得到了嘛，有所谓的知名度了别人名声或者说就容易出名嘛。有5亿粉丝，C 罗这确实牛应该是排名第一了吧？这个粉丝总量5亿粉丝，我天，哼，这三头火嘛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说乙亥日就行啊，主要当然还得看近战的球技还有外表长相，这都是多重因素吧？这就不去管了。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，一看比劫特别多这个木生火，然后这个木太多了，还好有水吧？不然的话，它就干枯了。干枯的话，就容易得肝病，得肝病。但是缺火的话，毕竟火没有出现，火主心脏，心脏功能差一点，当然你说这个，哎呀，他是运动员，这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，心脏肯定没问题，是，但这个不是说长期的病，可能是某一年某一个时间段得的人吧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那总要生点病的吧？但是哪方面的？一看心脏居多。火嘛，还有点不好的原因，我讲点不好的吧。你说都很好，都知道有钱，长得帅，知名度高这个获得的这个冠军或者说名望很非常的多，奖杯多，这个都知道，就不来多讲。一看这个土被制了，土为财嘛，又是在年柱，年为父母宫，代表父亲不吉利又是比劫直接克。父亲要么就是生病，要么就是离婚，或者说更严重点的话，去世就比较早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，搜一下，这边好像没有介绍父亲肯定是不是很吉利的那一种吧。他的爸爸。爸爸是逝世于05年，05年是乙酉嘛，应该是比较早了吧？这去世比较早的，一看就知道不好所以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来讲，并不是那么的好。一看这有钱肯定是有钱嘛都知道。然后这个婚恋感情来讲，已经结了婚了嘛，但是早些年好像是比劫多的话是克财，代表说换一个又一个女朋友会换很多，这个是从这个来讲。然后从这个身体角度来讲，他父亲应该是哪方面的病？一看，多数就是他身上有的，他父亲应该也会有，就是类似于遗传吧，多数是这样的好，然后以这个来看，现在是乙未现在是甲戌，甲戌大运吧，甲戌运这部运好不好呢？花钱破财的相，这个正常。未来发展怎么样呢？今年是壬寅年嘛，壬寅年寅亥合木，还好还好，累是累了一点，这个不代表说这个好，
指的是说有的时候是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啊，非常自律吧，因为目比劫多啊，其实是很容易分散注意力的，就刚才所讲的女朋友啊，各方面啊，感情方面啊，但是一旦专注下来啊，就专注于做一件事情，会做到极致啊，会做到极致，就一心一意的扑在上面，这样的才能成功啊。当然失败的也有啊，这结合大运来讲啊，因为整个气势都是木比较多啊，木多就需要这个寅亥合木。水都失去了，所以他母亲应该没事啊。他母亲肯定没有说这个早逝啊，或者是生病啊。母亲肯定比较安稳啊。早些年也受过苦啊，乙丑嘛，这个比劫克财啊，早些年受苦啊，父亲不得力吧。这个好像讲的比较少啊，这因为都知道的事情啊，没必要再去炒冷饭啊。然后按发展来看，已经就算是退役了，那也是成功人士啊。那这种命格的话，做生意啊就不太适合了，比劫太多了，啊，做生意就不太适合。好吧，当运动员没问题啊，退役之后呢，可以做一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，啊，今年22年任意年啊，就算今年不算，就算不是夺冠，就是没有获得冠军的话，那也是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吧，啊，应该不会说提前淘汰，爆冷出局。这个不太可能啊！明年是癸卯年，癸卯年属兔，还行啊，所以明年的运又非常好啊，估计再干2年，再踢2年球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这就希望他顺利吧，可讲的也比较少啊，只是不一样的角度来讲一下不为人知的一面吧，哼，也不能说不为人知啊，只是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解读啊，情感啊，财星，因为早些年是比较风流的。现在安稳了，啊，乙亥日吧，乙亥日，乙亥大运，现在已经进入家畜的是这个，癸酉，啊，没问题，啊，最怕的是进克木啊，但是这种的话在中年应该是50岁左右是最容易出现的，这个门还没到啊，希望他顺利吧，最差的运还没到，欧冠比赛冠军啊。这届就算不是夺冠，那也是前几名、前4名还是怎么样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好吧，就讲到这里啊，不一样的角度啊，并不是看他夺不夺冠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希望他顺畅啊，最后一届了吧。